有这么容易原谅？下次我们一起共度晚餐。不要穿海滩裤就不要，不服来辩，穿海滩裤我就不要。我没有歧视海滩裤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们去海滩裤，然后去海边就可以，但是如果我们去海，我们穿海滩裤去西滩青就不行。没有海滩裤这个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，也不是说海滩裤又不行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栋哥呢，一定就是这个比较有男子气概那种这种型的男人。通常这种男人呢，我们都不能给他来硬的，就是我们都要软硬兼施这样子。所以你也不可以一看到他就批评他，要先软的，要先夸奖他，就说哦，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，如果你下次可以穿得更帅一点，我会更喜欢，然后可以更给你一点福利或者啥避暑之类的，然后他就会很嗨，然后下次就会真的给跳头摇文具店狼三杠四什么啦哈，我们还没选前之夜，不要这么快就开始选前之夜的环节好不好。你们再嘴一次，我等一下要放慢摇啊！你们现在听这些舒服的音乐，我等一下放那个慢摇给你们听啊。什么是慢摇啊？是电音啊。慢摇就是你把那个什么很多好歌，然后速度可能加快两倍，然后随便乱弄的话，那就叫慢摇啊。小九儿，加九最爱，我们不喝加九最爱慢摇。我们怎么办？喷子大军快集！你就给他嘴啊！你就给他嘴啊！真的是弄臭一首歌哎、欸！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品味啊？这些人到底有品味是怎样？点阅还十万、欸，干嘛这样？这就是他们的品味哦、喔！不要这样子，慢摇这很好笑。我再戳啦，我再戳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们听这个东西听不听得下去啊？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这个东西好听啊？我真是搞不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慢摇就是把东西唱得快一点，然后加一点重拍就是慢摇，是不是、啊？我是觉得有点昏叽叽叽叽叽叽嘞，这样就慢摇是不是？操你妈的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搞不懂，这些人到底他妈智商有多低才可以听懂这些东西啊？我喜欢讲话好笑的人，所以讲话好笑的人我都觉得还不错啊。虽然可能每个人讲话好笑的路线不太一样，像上班不用看也是好笑嘛。然后实况圈这种好笑也是一种好笑，但只要好笑，蔡哥这种好笑也是一种好笑，然后浩浩这种好笑又是另外一种好笑，只要好笑的人我都觉得很不错。你想当正常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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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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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需要不需要，太瘦了太瘦了，年纪有点太小，我这年纪差距太大了，不太合适。最喜欢不是连杰克曼吗？最喜欢是这个阿杰啊，因为阿杰是长得最帅，就像国栋，我也觉得国栋很棒啊，国栋也很好笑，而且。活动是私下的时候对女生很温柔的类型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就还不错，很加分。啊，统神没什么好说的，已经结婚了就算了。JJ 不带钱包这种好像，不带钱包这他妈不是好像是渣男？你就最爱渣男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爱的渣男在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渣男，好不好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根本就都不知道他们是渣男，他们是之后才变成渣男的，不是这样子。什么是我眼瞎？一开始会伪装啊？难不成你们会一开始第一天跟女生出去约会就说，哎、欸，你付钱吗？你会吗？你他妈的会吗？不是一开始当然会装一下，一开始出去吃饭的时候都会说，哦，好，我这个我们这五分那个多出来的部分我多出一点嘛。一开始都会这样子好吗？一开始怎么可能会出去吃饭？哎、欸，没带钱包你出钱，真的是我真的看不懂，真的真的看不懂，没有 JJ 不仅不出钱就算了。事情也都不自己做，我觉得 JJ 不能以这个常理为一个判断准则，他真的太不符合常理了。就嘴巴里边，先别管渣男了，让我们再来看一次闪电狼世界赛打得多好，等于等于。你们要这么心碎好不好？直接过去先聊聊，不听你讲，闪电飞时间躲了。是啊，主播要断气，主播要死了。真的很感动哎、欸，爆成这样很感动哎、欸，用生命在播哎、欸，这可以想象，这主播其实就是对闪电狼很大的期待。你确定要跑这边跑吗？妈，破音，我是谁？我要去扒落他。打赢了，还是走不掉啊？要一波吗？这一波。我在这不要再传我跟小玉姐的时候，我在这边公布我的择偶条件，好不好？男士各位广大，哎，要公布了，要公布了，要公布了。第一个择偶条件啊，年纪比我大；第二个、哦、有独立经济能力；第三个奶大，哦、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我好蛮符合的。你怎么能不喜欢比年纪大的吧？
因为你跟你年纪相仿的都是这种咖小，你知道吗？就这种，我身边都是什么庄敬玉达的，你也知道，健达出奇蛋，玉达出笨蛋啊，都这种，就这种水准的，你要我怎么喜欢嘛？世界赛，我们都在哪里喷 L M S？ 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心情真的实在是很复杂，因为。你知道我也是就是这个年纪比较大这个，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习惯四处喷，我都习惯带着一颗就是同理心这样子，就是看待就是这个社群这个社会啊。老实说真的，错能全都怪在他们吗？好像也不是啊，你看看人家其他国家的政府都补助这么多，然后有这么多的法案帮助这些小朋友支持打电竞啊，我们台湾的政府，所以这就到了我们这个年底下一个月的选举，这种各种不知道忘记几合一的选举，还包括公投的叭叭叭的投票，包括台北市市长投票，各位一人一票，救救台北市！我是看不出哪一党有在注重电竞。啊，就至少先选出会做事了吧？啊，中国就更不用说啦、啊，就妈每个财团都是撒钱在养战队、啊。同学可以投柯文哲。干他妈的，干柯屁粉，不要来这边拉票好不好？柯屁粉，我就是柯粉。好好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。请问，如果我的颜色跟民进党是一样的颜色，那是不是表示我女友会跟他们的政见一样对我跳票等一等？小胜。刚刚赖收到姚文智竞选工作室的讯息，说你这年轻人真的很棒，又来了，案子在小弟姐那，你再去跟他拿。大家都自己人啦、啊，大家都是支持我们文字的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自己人，不用分你我他啦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哥哥你文字粉啊？你不用分什么年轻人、老人啦、啊，好不好？会做事的人一看就知道。您好，超负荷兄，谢谢您如此支持。是我竞选团队觉得您形象太差，会影响年轻人选情，希望不要继续支持我了，谢谢。还有这种事情啊？昨天我看八卦了，小胜你不开心，文字又说话，少年郎，你的眼光超好，就是、他现在民调还是会选有理想，然后他就说有愿景，他也是依然，有他半年前不是说支持他人都不在家吗？他现在说。他现在说，现在是这个台湾经济结构改变了，现在这个电访的资料库是没有用。姚文智 FB 最新发文看到，所以他的民调的数据应该会再多个10%-15%以上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这个人真的会讲话、啊。焦年矮，你的眼光真好。姚文智知友会欢迎你，现在加入还享有割包皮优惠哦，还可以拿烟烫孕妇哦。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加入的，天哪，割包皮优惠。我是跟姚文智的官方账号讲有位少年实况帮姚姚拉票，我还附上了你的实况链接。没错，我看的就是那篇文章。结果有收到回复说文智会去看。哎，你这个很像是真的，你这个很像是真的，我很怕哎，真的假的？志哥真的要来看吗？哇，你这个很像是真的。我是姚文智，粉专上看到有一个有为青年帮我在5000人前宣传，果然一表人才，邀请您参与竞选团队。啊，我没有开视讯，你怎么知道我一表人才？干怎么又是这段啦？台北哦，我觉得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那个吧，就是那个他就是那个现在不是都更吗？然后但是台北真的很难，要都更真的很难，大家的条件。开出来的条件真的都太多了，然后但是他真的是就是唯一一个让都更开始有在上路，然后有在做，然后还有那个、啊、公共住宅，然后就是租有条件是就是你可以去申请，然后申请抽签这样，然后那个租金是就是很便宜的，但是房子是很新的什么什么，啊不行，我不能政治立场这么弄，我就是咖粉，我就是咖粉。拉票妹，没有啊、哦！对，还有这个债务的部分，我觉得也就是财务管理也做得很好。支持瑶瑶，让我每天都有笑话看。哎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在。他说，如果他这次没选上，他就要退出政坛嘞。这样以后会不会就没有这些可笑新闻可以看？哎，对耶，瑶瑶干脆来开实况好了，很适合哎。
you